好的，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 PPTV，一块儿来交流2014年的中超联赛。现在为您带来的将是天津泰达队坐镇主场来对阵广州恒大的比赛。我是博仲，今天是很高兴的请到了汤秋儿啊，咱们的美女主播，咱们一块儿来聊这场比赛。那么到现在为止，广州恒大队应该说在中超联赛的战绩啊是相当的不错，现在已经重新回到了积分榜的榜首的位置，而且他们到现在为止已经打进了14个进球，也是目前中超联赛进球最多的一支球队啊。那么他们是和北京国安一块儿同积12分，而从得失球上来讲，恒大是进14丢6，国安是进6丢1，就国安是防守很好，进攻一般般。恒大呢，防守丢6个球其实算比较多了，但是他们进攻端打进了14个球啊，这个数据上是比较的不错的。而反观恒大今天的对手天津泰达这边，到现在为止只有1胜2平2负啊，到现在是只积了5分，排在中超联赛的倒数第三位。应该说，阿里汉重新上任到球队，但是这还在适应当中啊。那么来看一下过去的这个双方历史的交锋情况啊，这个。天津泰达队3胜2平5负是处在了下风当中。看到在2013年的中超比赛里面，这个泰达是1比0战胜过恒大，但2013年之前啊，恒大这个3比0啊曾经搞定过泰达。2012年一场0比0，另外一场是恒大这个客场1比0赢了。在2011年，这个恒大刚刚升上来的那一年，在主场是4比0狂扫了天津泰达，而到了客场，同样恒大还是可以战胜泰达。所以从过去的双方的整体交锋来看，好像恒大的这个实力相对泰达来讲是更胜一筹啊。而且邱二对于恒大应该说也比较熟啊，之前不管是亚冠也好，还是中超也好，说过很多场恒大的比赛了。那么对于今天这场比赛怎么看呢？其实我个人，包括看到网上之前的一些评论，好像有一些恒大的球迷哈，对恒大现在的一个状态也有一些担心，因为毕竟跟之前恒大就比较巅峰的时期比起来，好像这一个时间段，不知道是不是亚冠这个比赛的关系，好像状态没有像之前那么顺利了。其实说到恒大的话，这个赛季有几个逃不开的一个话题啊。首先就是孔卡和迪亚曼蒂这个问题聊到现在了啊，因为之前恒大的进攻在孔卡的梳理之下井井有条，整个进攻打得很华丽、很漂亮，而迪亚曼蒂和孔卡类型并不是很一致啊。迪亚曼蒂个人能力毫无疑问，个人能力超强，但是从这个团队的角度来讲，可能还要再看一看。而这是上一场比赛啊，天津泰达队在上一场的比赛里面0比4惨败给了这个江苏舜舜天天啊。啊，在那场比赛里面，泰达的防线是完全被洞穿，而舜天这边这个高中锋德扬的表现是相当的不错，而且新郎官周云啊作为一名后卫也是助攻上前，有进球的表现。而德扬有这样的表现，也是这个舜天队的球迷所乐意见到的。但是不得不说的是，天津队在上一场比赛所表现出的防守状态是不能让大家满意的。而恒大和大连阿尔滨队上一场比赛的表现则是非常非常的劲爆啊。最后是一个4比2，比赛也是踢得非常的精彩。一上来先是于汉超进球，但是精神啊，韩国人中国人。韩国人，这个精神马上是为咱们扳平了比分，而紧接着双方的节奏应该说打的是非常的快，比赛像90分钟里面有6个进球，可见这比赛是多么的精彩啊！而这下刚才是董学征的一个补门啊，是帮恒大重新确立领先，而阿尔克森最后时刻的这个单兵突进啊，体现出了超强的个人能力，一场4比2也是非常精彩的一个比分啊！那来看一下这个赛前的一个速报情况。那么天津泰达队这边李本健是有受伤，郭浩有受伤，今天不能打。而广州恒大这边雷内啊停赛，雷内因为之前是有这个不文明手势，所以被这个处罚了停赛。而在赛前，阿里汉是示弱恒大，说打法恐怕要改变，他们毕竟是亚洲冠军。而李玮锋今天是有望完成泰达的百场秀。那么先可以告诉大家的是，就我们刚刚拿到的这个先发阵容里面，李玮锋是进入到了今天比赛的先发阵容当中。那么顺着刚才的这个话题讲，一是说到恒大的几个绕不开的话题，一个就是这个迪亚曼蒂和孔卡的问题。那么孔卡之前对于恒大整体的进攻的梳理这一块是做得非常的到位，而迪亚曼蒂现在个人能力体现出来了，但怎么样去组织进攻还要磨合。提到这个孔卡和迪亚曼蒂，还不得不提到的就是。是这个，还有另外2名外援，一个就是这个穆里奇，还有一个就是埃神。其实我个人认为说，这个
孔卡的这么一个离队，其实对这两名外援包括打法上也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是因为之前穆里奇和埃尔克森大部分情况下都是要孔卡在中间拿球组织给他们做支援，那么现在穆里奇的状态咱们都知道目前并不是很尽如人意，而且也有消息说赛季前嘛，就是说西亚那边有球队高薪要挖他等等，也是让球员多少有些人心思动。而埃尔克森这边的话，如果说现在状态应该说已经在恢复当中了，那么相信这假以时日，如果说状态越来越好的话，也会给球队带来更大的帮助。还有就是刘健啊，刘健的这个事情终于尘埃落定了，足协裁定刘健自由身，青岛合同造假。可是咱们得吐槽一下中国的交通状况，本来今天这场比赛刘健已经是具备了报名参赛的资格了，但是因为下午5点他才拿到参赛证，参赛证从北京送到天津太堵车了啊，因为堵车的关系，开玩笑，不堵怎么可能。对，所以这个交通拥堵导致参赛证送不到，对，最终的结果是今天刘健没有办法登场亮相，但是我们相信这在下一场恒大的比赛里面可以期待一下，咱们大家就可以看到刘健的身影了。而在泰达这边，就像刚才阿里汉说的，这个可能是要稍微的这示弱了一下，但是相信比赛在主场还是希望好好打。镜头当中国足主帅佩兰啊已经是来到了，今天又是来到了这个天津的奥体中心。是，其实今天之前赛前担心的一个迪亚曼蒂的伤情好像倒还好哈，之前有说有可能消息说迪亚曼蒂今天有可能会有一些伤哈，但是今天迪亚曼蒂的确是没有进入到这个我们之前拿到的那一份首发的名单里面，因为在这个亚冠的比赛里面迪亚曼蒂也是半路就被，在之前的恒大的比赛里面迪亚曼蒂半路就被换下了嘛，赛后传出消息说他可能有些小伤，那么今天从这个赛前方面传出的消息来讲，从保护迪亚曼蒂的角度出发，今天迪亚曼蒂也并没有进入到恒大的比赛名单。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场景，一个远景镜头，这个是天津的奥体中心，也就是咱们俗称的这个水滴球场啊。上座率还不错，还可以。在二排看台也是有一部分的球迷，但是高处是没有坐满啊，上层一些是没有坐满，而在一层的看台基本上都是坐满了。对，毕竟来的球队是恒大，而且天津泰达的本土球迷也看出非常的热情哈。没错。那么今天这场比赛依然也是欢迎各位朋友们一块儿来跟我们聊天互动啊，您可以在 PPTV 咱们这个直播页面边上的评论大厅，也就是我们俗称的 P8 来进行交流和互动。当然如果您觉得 P8 上面到时候有一些很讨厌的广告啊等等的，那么您也可以在新浪微博上搜索是个说球的，或者搜索我不想微博名也叫汤秋儿，可以在我们共同发的这个广州恒大对阵天津泰达的这条直播微博下面来进行评论或者转发，那么咱们也可以一块儿来针对这场比赛咱们来聊聊天唠唠嗑啊。好，现在双方的球员已经正式的来到了场上，看到今天天津泰达队应该还是身着他们这个传统的这个白色的球衣，而恒大还是一身红色的球衣，现场的球迷非常的热情啊，高举着这个天津泰达的这个旗帜啊围巾啊来为球队加油助威。今天也是天津的主场，没错。我刚才说刘健这个堵在路上来不了这个情况还是是一个吐槽的点吗？没错没错。包括前面讲到迪亚曼蒂的这个伤势哈，其实我当时看那场亚冠是跟全北现代，没说错哈，全北现代那一场就感觉，小狮子被踢得不轻，所以，现在是在前升国旗奏国歌的仪式。好的，升国旗奏国歌的仪式结束，今天的比赛马上就要正式的开始了。那么在开始之前啊，先来聊一聊这个很多球迷的留言啊。一位叫陆成二爷就说，路上堵车你让许家印专门飞机专送啊，对不对？许老板有钱啊，您这绝对出了一个好主意，这当时许老板怎么就没想到呢，是吧？然后还有这个很多朋友问刘健是真的上不了吗？对，他是真的上不了。好，现在来看一下双方的先发阵容，来秋儿给大家介绍一下，先从天津泰达队开始。天津泰达这边可以看到哈，门将宗磊，
后防线上白岳峰、立马、李伟峰哈、和峰岳伟伟啊岳伟伟，然后还有这边是双后腰，对，是吕伟和周海滨，然后是王星星、安德烈西尼奥，也就是俗称的烈鸟哈、嗯，还有杜振宇，然后这边是瓦伦西亚。然后对，给大家再报一下恒大这边的什么门将，报的熟了啊。门将曾诚，后防线上梅芳、金泉、冯潇霆和张琳芃。后腰上面是赵旭日和廖黎生，再是荣浩、郜林，在前面是董学生和阿尔克森。对，从今天双方的这个先发阵容来看，李伟峰是正式的这个复出了啊，回到了比赛当中来跟立马搭档双后腰的位置。两个边岳伟和白岳峰是没什么变化。今天三十号小将吕伟也成为了先发，再增加一下这个防守的力度，同时他搭档是周海滨、嗯。那么在前场的攻击这边，杜振宇啊，之前还有过上演帽子戏法的表现，在战胜哈尔滨毅腾的比赛里面，所以今天杜振宇继续先发。那么王星星啊，这位老将今天也进入到了先发的名单。烈鸟作为中场的组织核心来盘活全队的进攻，前面顶的依然是上个赛季开始表现就非常出色，而本赛季到目前为止只打进了一个进球的瓦伦西亚。而在恒大这边，今天的阵容还是有一些变化。首先在后防线上，孙翔依然是没有先发。今天后防线上，像梅芳、金英权、冯潇霆加张琳芃这四个人，全都是具有中后卫属性的。张琳芃是可打右边后卫，可打中后卫。金泉、冯潇霆绝对都是中后卫的人选，而梅芳他今天有可能会出现在左边后卫的位置。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他到底是站哪个位置，或者是把荣浩拉回来，咱们要再看一下。因为梅芳他在后防线上也是一个多面手，而荣浩今天也有可能打这个边前卫，也有可能边后卫。我们再看一下，郜林肯定是在另外一边打边锋。赵旭日和廖立生毫无疑问双后腰，而今天在锋线上是比较有意思啊。这个埃尔克森毫无疑问是先发，而穆里奇因为最近的状态啊各方面的原因，所以今天穆里奇在板凳席上，跟埃尔克森搭档在锋线上的是董学生啊，所以这一点上我是想看一看到时候会有一个怎样的表现。毕竟这是一个新的阵型，是因为从董学生我们都知道他是这正印中锋出身，以前也是顶在前面比较多一点，他是如果让他打边锋，像以前穆里奇这样打边锋的话，他并不是一个纯边锋类型的球员，所以今天这个阵型要看一下怎么调整。今天这个阵型好像之前在报恒大首发的时候并不怎么常见哈。恒大更多的还是采取这个4231的阵型，前面只是埃神一个，而很少说是把两个前锋一块往上摆了，所以今天要么就是打4-4-2，要不就是埃神或者董学生有一个人要去客串边锋的位置，有这个可能性啊。而恒大倒是在替补席里摆了俩边锋啊，冯仁亮和穆里奇，同时后腰位置黄博文在替补席，后卫线上孙翔在替补席，所以恒大其实在替补席上调整的空间是很大的。是，好，我们先来看这边啊，凯达这边已经没错，应该是瓦伦西亚是把球分到右边，开封助攻上来再回敲下，今天恒大整个这个首发还是挺有看点的。有个球迷叫 Labra 小 C 哈，说今天好像排的3-5-2，貌似战斗力比较强，这是要全攻的节奏吗？如果是要排3-5-2的话，那就很简单，梅芳、金英权、冯潇霆三中卫，张琳芃跟荣浩两个左右边前卫，然后在中间再加上赵旭日、廖立生，前面是郜林、董学生跟艾普森。如果要排的话，有可能会这么来排。一路往里带，艾普森往中间传。廖立生把球往右边路分，张琳芃下底，哎，第一下球停的略大了一些啊，岳无伟没跟上啊，经验也是非常丰富啊，直接把球给断掉。其实分在右路，哎，进去里面，哎呀，扫空了哟，真的，这球到底进了没有？这个我觉得像这个悬案啊，如果有慢镜头很想再看一下，尽管前点这下感觉是扫空了，但是又好像漏过去了啊。哇，这个属于泰达队后防线上的一个失误吧。对对对，这个漏的有点严重。嗯哼，开场2分钟，看一下恒大这一次再补一下。是，哎，这一次是被门将宗磊得到了。刚才那个应该回放一下慢镜头看一下。
啊，行了，导播听到我们的话了。来看一下啊。嗯。哦，这个。如果是这样没有，这样的话没有，球并没有整体越过门线。没有整体越过门线的话，还不算进球。差一点乌龙了，这个。这个其实是尽管荣浩在中间那下扫空了，啊，但是阴差阳错球砸到了30号吕伟的腿，开始往门里弹。嗯，这一下宗磊是来不及反应的，因为宗磊已经是这往另外一边去做扑救了。外扑了。好在吕伟第二反应够快啊。还有很多朋友问刘健在吗？那么再解释一下，刘健已经开始具备代表恒大参赛的资格，可是他的参赛证堵在路上了。北京到天津的这个交通不太方便，一两个小时送不到。这边还有很多球迷在问哈，说董学生会上场吗？会上场吗？上场吗？你看他现在已经在场上了，今天董学生首发哈。是。今天因为我们一号演播间的这个网络信号还是会有一些问题，所以可能 P 八的留言，有可能会看起来有些问题，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在微博上给我们进行一些互动吧。对，好，现在看一下，这边啊，又是右边路，张琳芃这次有机会传起来到中间，第一个漂亮。从这个架势来看，董学生可以啊，是董学生吗？是董学生，我能确定是董学生，可以啊，这次啊，炫酷炫酷。哇，恒大今天状态还不错，没错，开场五分钟里面已经。加上前面一次非常有威胁性的进攻，直接这一次直接进了。张琳芃在右边路起球，我们先看一下张琳芃在右边路起球的这个球起的落点非常之好。嗯，而泰达队这边盯人出现了一个问题啊。泰达的后防，我再来这边仔细来看一下。是。嗯，很明显我们看到李伟峰去盯郜林了。李伟峰去盯郜林了，而李伟峰指了一指他身边的队友，那你立马我去盯郜林了，你立马应该过来补董学生这个点，但是立马没有过来，所以董学生等于是处在了一个李伟峰跟立马的空当当中，处在一个完全无人盯防的状态。那这样的话啊，正面去砸这个球，那在这边也恭喜董学生啊，打进了他加盟恒大以来的第三个进球，同时他也成为了恒大队内射手榜的第二位，第一位是艾尔克森，第二位是他。同时我还要恭喜董学生，三球是他从2009年参加中超以来到现在为止职业生涯一年进球最多的一年。也许会成为他职业生涯的一个转折点，也没一定哈。希望吧。嗯，因为过去在申花队踢了3年，加起来进了一个。嗯，在阿尔滨踢了2年，46场进了2个，在深圳进了。哦，深圳进了5个，对，他这不是他记录啊，在深圳他进了5个，因为深圳他是第一场4个，剩下15场1个。那不管怎么说，这次有进球分开算了啊，这第5场比赛打进3个，这个效率是他有史以来最高的，这也要恭喜他一下啊，恭喜董学生。恒大今天看来状态还不错，说明里皮不愧是这个神教练啊，排出来的这个阵型还是有他的用意之处。是。不过泰达的后防真的是要好好的再加加油。嗯。同时说一句实话，嗯，董学生到现在进3个球，我就得佩服一下里皮了。从2009年到现在，他的进球效率，刚才我也报过了，奇差无比。所以难道里皮真的是有这个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如果真的有的话，真的会成为，如果真的是这样，就化腐朽为神奇也好，什么也好的话，那这个对于董学生个人以及对于中国足球都是件好事。中国足球多了一个会进球的前锋，对于董学生个人来讲，终于可以摘掉这个浪费机会的帽子。嗯，而对于恒大来讲又多了一个能用的人，所以各方面来讲都是好事了。过来，中间又被恒大把球给截了啊。这边还有球迷，之前我看到在这个微博上评论问说，为什么恒大今年总是先丢球？这个刚才那个进球也好，也比较好的回答了你的问题哈。这边还有球迷说李伟峰转身对着立马说了一句：“尼玛。”
画面感好强。但是李伟峰他是东北人，嗯，他呢了分得清楚，这要改一些这个南方方言，有的时候真的是立马立马立马，我就说不清楚了嘛。是。打身后，曾诚出来。球迷说让我在这边感谢一下 PPTV 哈、啊，这个很乐意为你做这件事，说在海外看直播就是各种直播受限，但是 PPTV 能够给大家看到哈。那现在天津队一上来有点被恒大的这种高压政策打懵了、嗯、尤其我们看到恒大到现在为止所有的进攻、嗯、几乎都是从右边发起的，是，而张琳芃今天在面对岳永伟的时候，除了一上来那一下是被岳永伟断掉之外，其他的右边路的多少次的传球都非常的强势，很自信、啊、很强悍、嗯、而且我们也知道是不是董学生了，张琳芃、嗯、过去几场比赛的表现受到了一些争议啊，的确受到了一些争议，是是是，那么他也亟待需要通过别的表现啊来证明自己，没错，把自己的这个状态给找回来也要证明自己。好，看这边又来，哇、哦、哎，看一下裁判有没有表示啊，恒大肯定是铁了心要走右路，嗯，所以泰达这边是不是右边的这个后防线上这位仁兄要稍微是精神点哈？是，这个刚才是岳永伟啊对郜林放铲，嗯，朋友们，董学生多大了？他应该是1989年年龄段的吧？没错，他1989年5月出生，今年25、26。恒大定位球开出来，传起来后点，哎，这个。瞬间扑住，这边还有一个球迷说啊，说应该是恒大的球迷说恒大阵型变4-3-2-1了，跟以前双后腰不一样了，说就别再说孔卡、啊、什么了，说里皮肯定知道那个钻石的风格和孔卡不一样，想把恒大踢到一个新的层次上、嗯、而从现在的站位图来看，今天刚之前很多朋友说恒大可能是三后卫，但是从现在的站位来看，我们看他们是四后卫、嗯、张琳芃右后卫，梅芳左后卫，应该还是四后卫4-4-2，那如果这样很明确，梅芳左后卫，金泉冯潇霆中后卫，张琳芃右后卫、嗯、双后腰赵旭日廖立生，两个边荣浩郜林、嗯、前面董学生艾尔克森，是应该是比较清晰的、啊、这个思路很清爽、啊、对，应该是很清晰了、嗯、因为就从刚才这条线我们已经看到了，张琳芃是右边后卫，梅芳是左边后卫，而荣浩的位置更靠前，张琳芃今天有可能会成为一个突破点啊、嗯、这一条同时、嗯、这条留言我必须要念一下、啊、咱们的领导说的、嗯、咱们 PPTV 体育事业部的总经理也是咱们著名的解说员周亮老师啊，直接说那留了一个言，他说许家印下一个手笔已经敲定了、嗯、北京交通疏通工程，一张参赛证将给北京人民带来幸福，你想你把我球员的参赛证堵了，我把你交通整好了，北京人民乐了，那以后恒大跟国安可以变成好朋友了。好，梅芳，嗯，主攻上来，梅芳很奇怪，他在那个中超的比赛当中其实表现一直都挺好的，可之前亚冠的时候是不是年纪还比较轻，容易紧张哈、啊？有一位叫从头开始的27号啊，他就给我留了言、嗯、他说董学生在租借深圳那会儿是国奥前锋，我觉得这个故事是我当时最清楚了，因为一直在上海嘛。董学生出道于申花，当时朱俊有个评价、嗯、这人不会踢球、嗯、然后朱俊问布拉泽维奇你干嘛要用他、嗯、布拉泽维奇说因为我觉得他，我不管他别的怎么样，他的态度是最好的，他永远是一心向着球门的、嗯、就从这个特质我要用他，然后就开始用，后来布拉泽维奇去了国奥，球员哈，也就把董学生带去了国奥、嗯，当时就是这么的一个故事啊，所以说能力上过去的履历的确不咋样，
但现在跟着里皮混，里皮能化腐朽为神奇也好，能什么也好，这对于董学生对球队这肯定都是个好事儿。嗯，只是希望说他现在的这个表现可以延续下去，是就通过今年说在恒大之后，我以后我年年哎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进球的效率和数据了，那就是好事了。别这两场进球了，过几天又浪费几个机会啊什么的。希望他可以再稳定一点，来得更好了啊。说明他如果稳定一点，师哥就瞬间变懂学生，黑转粉，黑转粉哈，绝对黑转粉啊，必须的。我这人就这样，踢得好就夸，踢得不好就骂。人十场进一个球就是个浪费机会啊，哎，十场进五个球那就是好，对不对？期盼小董用自己的实力来给大家证明他的这个能够做一个合格的前锋。哦，这边又来，钻进去啊，差了一点点。这边有个球迷问啊，他说天津门将为什么不用杨启鹏？说这个宗磊场场丢球。杨启鹏同志的确也是天津的门将之一，但是现在杨启鹏。这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而且教练不太喜欢用，所以现在杨启鹏名单都进不了，而且主要身体状况上也不太好。而其实宗磊怎么说呢，宗磊曾经也是入选过国家队的，也是入选过国奥队的，整个职业生涯的履历也是非常的丰富了已经，所以你真要说绝对实力，我并不认为宗磊比杨启鹏差多少啊。宗磊，而且宗磊是曾经给恒大带来过麻烦的，在2011年的中超比赛里面，当时恒大在客场去对阵这个长春亚泰，是客场还是主场忘了，有一场对阵长春亚泰。长春亚泰，当时宗磊还在代表长春亚泰守门，那场比赛恒大只是1-0小胜，但是恒大全场的射门数十几二十脚，一大半只要打门框范围之内，宗磊一场比赛做了十多次的扑救。就是宗磊他其实状态好的时候，门线的反应也是相当之快的啊。那说明那支队伍的后防的问题非常大。好，再看这边禁区里面，埃尔克森底线传回来，没有人来接应啊。球迷一个就是泰达球迷说泰达应该把烈鸟换一下，把烈鸟换一下，你上谁呢？烈鸟是曾经在2007年拿过韩国 K 联赛的最佳球员，能力绝对有，阵地进攻也是一把好手，但今天如果泰达队去主打防守反击的阵型的话，烈鸟现在拿球传球的这个整体节奏会相对比较慢一点，他不是那种反击型当中好用的，他的阵地组织方面更好用，所以现在对于泰达来讲已经落后了，而且现在全面采取守势，反击当中烈鸟作用的确不大，但如果泰达把阵型往前推一推，到前场去打阵地的话，烈鸟的作用就会非常大。传过来，来一个漂亮！哇，这两个进球都是好球啊！队长王欣欣，左边的瓦伦西亚接他的这边的传球，没错。而且这两个进球我们看方式都是一样的，边路传中，中路争顶。恒大这个进球也是，泰达这个进球也是。比赛到现在打了20分钟左右，很精彩。那这样子泰达还能够继续再打一下防守反击，看一下这边刚才的这个回放。同样，我们看到王欣欣也是走了恒大后防线的空档，我们看在金泉和梅方中间的这么一个大空档，恒大的盯人保护没有做到位，被王欣欣抓住了机会。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就是刚才泰达的快速反击很简洁有效，从后边一个长传直接找瓦伦西亚，瓦伦西亚靠速度直接杀到你腹地里面，一个横传就搞定，简洁实用，分层都来不及，我看到。这我前面还想，本来还想说呢，我觉得泰达这边如果在落后的情况下再打防反会更难一些。就是如果你拉开了对攻的话，你会很担心后防线顶不住啊。是，所以现在又到了这个1-1的局面，比赛应该好看了。是，今天这比赛，泰达在主场，过去战绩不好，他们肯定是有想法的，他们肯定不希望就这样在主场，在家乡父老面前就这样被恒大打穿，他们肯定也是有想法的。
然后还有朋友希望我来介绍一下这个天津队的外援利马。嗯，那么利马巴西人啊，身高1.87米，1986年出生，之前更多的还是在巴西的国内联赛效力。嗯，效力过的豪门就是巴西的桑托斯队，这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啊，巴西的豪门桑托斯队。嗯，而利马更多的也就是在巴西国内联赛的各俱乐部来混。嗯，桑托斯队是他效力过的最好的球队。啊，还有朋友这个一个 VND 啊说刚打开电脑，问一下恒大球谁进的？董学生啊，董学生。啊，这个泰达这边是王欣欣。还有朋友问郑智怎么也没有上，同样这都是身体状况不是很好啊，一样的原因。这边还有球迷想让师哥帮忙介绍一下刘健哈，他说刘健是谁？为什么这么重要？曾经的青岛队队长。青岛队的核心，嗯，可以打后腰，可以打中后卫，多次入选国家队。哎，嗯，大家都知道郑龙啊，在恒大的话，大家都知道郑龙，嗯，郑龙也是青岛出来的，而郑龙得管刘健叫声大哥。刘健才是当年青岛的绝对核心兼老大，也是青岛的队长，入选过国家队，那后腰中后卫都能打，这个在防守端比较稳健，同时当他打后腰的时候也有一下后插上的这个能力都有，所以他来了之后对于恒大在中后场的人员组合方面会有更多的选择。他打后腰的话，他可以承担跟黄博文包括赵旭日等人差不多的功效，嗯，而他同时也可以客串中后卫的位置。现在大家都说恒大的后防可能有的时候还比较薄弱，人员调整有些捉襟见肘，嗯，那刘健的到来也可以多一个比较靠谱的选择后防哈，嗯，所以对于刘健的转会会这么的关键，所以他的参赛证不来，所以咱领导不是说了吗，许家印的下一个工程有了北京交通疏导，先去西直门立交。哇，这个啊，还有一个呆呆呆更要问，当年有个姓吕的球员把外援班古拉的眼睛踢坏了，那个都好多年以前了，跟现在天津队这个吕伟没有关系啊，不是天津队这个吕伟，是当时在青岛效力的吕刚啊，踢坏了，应该是那会儿效力于是金德吧，班古拉，嗯，啊，班古拉眼睛踢坏，这都好多年以前的事儿了啊。就想走边路的反击瓦伦西亚。这边还有球迷在评论说，难得看到中超踢出这么好看的比赛。嗯，而且从头开始，27号又留了一句言啊，说，嗯，今天进球的两个球员都曾经效力于深圳。深圳，嗯，对，王欣欣在2005年在深圳踢了一年，董学生在2011年在深圳踢了半年。嗯，这边还有个球迷叫刘志豪，是阔木人，留言说感觉最近常在禁区见到金权，他最近在打自由人吗？清晨最近进攻欲望比较强。那这边赵旭日中场拿球分左路，嗯，大了一些，再来看一下，这还是刚才的这个进球的回放，两个进球，一个是董学生的，一个是王欣欣的，嗯，这两个进球的进球方式都是如出一辙啊，嗯，边路的传中，而且是准确的找到了进攻线上的球员，嗯，不得不说那董学生也好，王欣欣也好，这两个球顶得很漂亮，嗯，但是功劳更多的是要记在张琳芃和瓦伦西亚的身上，球传得好啊，真的是球传得好，神传。这边有球迷更正一下啊，说2011赛季24轮，嗯，长春亚泰主场2-1广州恒大，恒大长赛季首败，这个应该是亚泰的球迷哈。对，没错，这个是第二回合，嗯，我指的是双方第一回合交锋，那场是0-1，嗯，是当时。而且那场比赛我还记得，应该广州恒大的门将，当时的先发门将是李帅，嗯，半路还肩膀受伤下去了，后来这个还换成了杨军来守门嘛。是那场，我指的是那场比赛的这个宗磊表现是相当好的。还有朋友问清道夫这个位置主要在哪里活跃？拖后中卫，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拖后中后卫，在三后卫体系当中的正中间那一个，如果再往拖后站一下的话，就最后那一道防线，你可以这么去理解。这边，廖立修的定位球，谁来发？晃了一下，哎，高度上稍低了一些。韩秋洛引问：金泉是韩国国家队的吗？当然是，这是韩国国家队正印中后卫啊。泰达防反被断了。再给过来，喂，禁区里面艾尔克森啊，一敌三的情况下，坐在地上表示这个裁判没看见哈，是，这边还有一些恒大的球迷表示对梅方的状态有些担心，觉得梅方跟其他的这个恒大球员不在一个节奏上，并且他这个点屡次被攻下是一个麻烦哈。边上又是瓦伦西亚吧，应该给过来。现在泰达队很明显，在他们的进攻端主打瓦伦西亚这个点，靠他的速度去做突进。左边是吧？而恒大这边则是整体往前压，相对来讲进攻端在右边路更加侧重一些。张琳芃啊，在这一侧的一个突进威胁非常之大，而相对的左边荣浩到现在发挥的机会就不是很多。所以如果这种情况下去，那么下半场穆里奇或者冯仁亮应该都会有登场的机会，去加强另外一边的进攻。是中场估计也会有一些调整。是左边下底传起来，看来梅方这边是跟不上了。前面还有一个球迷，我看他在批发当中说刷出来说这个雷内呢哈，我们前面在赛前有雷内停赛，是雷内停赛啊。增城啊，这边有这个鲁能的球迷来留言哈，说岳文伟以前是他大鲁能以前的功勋主将哈。岳文伟在鲁能效力了很多年。岳文伟是85一代的啊，当时跟着克劳琛一块去过德国训练，就是岳文伟跟郜林他们是一批的。岳文伟包括这个郜林、毛剑卿，当时85这一波啊，朱挺，很多人，冯潇霆，他们都是一波的。今天这场比赛在微博评论里至少是看到挺多个球队的球迷啊，中超像顺天啊或者鲁能啊都在哈，对，包括赵旭日也是85那一波的。他们从年龄上来讲，包括泰达那边周海滨好像稍微大一点啊。前面的球迷说，哎，梅方跟张琳芃位置互换了，我们待会儿看一下哈。对啊，现在张琳芃又出现在了左边哦。是觉得靠不住了是吧？我之前张琳芃是连续在右路起球，是好带着往前走，分边董学生在左路传，哇，起到董学生的适合的位置。说实话他的特点还是应该往中间摆。他对于球门的这个欲望是当时布拉泽维奇说我看中他的原因。那么你让董学生当到边路去做边锋使的话，这不是他的特长啊。哎呦，连扬两杆，哎神，
埃神的状态跟之前几场比起来的确是有比较显著的一个提升。梅方的球迷啊，说梅方在武汉卓尔时期，防守端、进攻端都是最稳定的，说多给他机会，相信他一定能打好。梅方呢，当时武汉卓尔队长啊。说梅方跟董学生是一批的，都是八九那一批。恒大这边是想组一个队长联盟嘛，跟复仇者联盟似的。恒大这边做队长的人多了。而最近的一阶段时间啊，泰达队的攻势起不来，完全被恒大压在半场。但是现在泰达队这种密集防守，恒大也还没有找到绝对的办法去破啊。这边还有问说怎么不让孙翔打先发，说他的传中才是最准的吧？是，孙翔的传中是很准，但这个就要问里皮了。啊，现在这球哇进了，郜林。郜林的状态真的是越来越好。说实话，这个球绝对是郜林个人能力的体现，因为我们看他只有背身拿球，是有转身调整了，有调整过人，然后拉开角度再打弧线球直挂死角。所以以前郜林有的时候也会浪费机会，很多人跟叫他什么搞飞机这样的绰号也有过，风眉白洁，风眉白洁。结了婚之后的确状态上的确是有好转了。说实话，我是一直挺欣赏郜林。我们看，就这一系列动作，你看，假动作，还虚晃了一下。我们看一下被他骗的是谁啊？好像是李伟峰吧？不会吧？是哦，是，真是李伟峰，真是，哇！这是在太岁头上来动土了。面对前辈，心里一点都不慌啊。所以这个球就是郜林个人能力的一个体现。所以我不得不说一句话，就是很多朋友以前对于郜林有很多朋友调侃，但是这个球郜林踢的真的是漂亮啊。说明球员身上存在争议性也是好事。如果一旦你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之后，大家这些争议自动就会消除。是。难得看到中超赛上半小时已经进了三个球，是平均十分钟一个啊。这是这边还有鲁能的球迷说，打眼一看泰达这阵容有三个是我大鲁能的旧将，周海滨，这个刘伟伟，包括宗磊也是。现在啊，今天恒大前场，董学生跟郜林两个都进球了，现在就等着挨神了啊。很多朋友刚刚在 P8 里面也说这个啊，这边看到有球迷给我们打来这个队长联盟的这个啊，赵鹏是河南队长，刘健是青岛队长，梅芳是武汉队长，郑智是国家队队长。当年李伟峰还是队长呢，是当年对面泰达那边啊，而在恒大这边也队长真的是够多，也包括这个冯潇霆曾经在大连实德也不是没带过队长的袖标啊。针对刚才郜林的那个球，这边有个球迷也说了，说这次是该立马对着李伟峰说你马了。哎，以立马的普通话发音，他真有可能发不清楚。是是是。看一下泰达这边有没有再能够进行一些反击哈。针对刚才很多说鲁能出来多少球员，就有一位朋友给我留言说鲁能和辽宁是培养人才最多的地方，最多是不是最多不敢说，但是说是个源泉，应该说是个源泉啊。来看郭宝龙，中国优秀球员实习基地是吧。还有朋友问为什么冯仁亮、赵鹏连轮换都进不了？都在名单里面，都在大名单里面，
但是从中后卫的一个角度上来讲，现在冯潇霆加上金英权啊，嗯，这个中后卫的组合还是非常的稳的。嗯，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赵鹏能出场的顺位会排在他们之后。嗯，而至于冯仁亮的话，他去年是长期受伤在意大利治疗，嗯，今年刚回来，刚回来的话总得有一个过程吧。嗯，这边还有一个叫米 Amy 啊，说今年恒大的国产球员进球越来越多了。哇，这个是曾诚怎么倒了？曾诚前面好像是出来扑救一个球，然后是有一些肢体上的一些。是今天是郜林带着队长袖标哈，你在跟裁判交涉。再看一下刚才这个，哇哦，哦，曾诚，佩兰，那我相信今天到现在为止进球的都是国内球员，这个对于国家队主帅来说还是士气大振。他要过来看到一个老外，心里痒痒了，心里难受了。我是国家队主帅，可为什么你们场上我手下的兵，或者未来有可能成为我手下兵的这帮人都不咋地，倒是那帮我见着眼红却没法成为我兵的人那么厉害。但今天啊，三个进球都是国内球员，是他高兴了啊。曾诚看来没什么问题。嗯，范德兰后点，但是巴雷不在的情况之下，泰达队没有人争高球。这边有个球迷说，为什么宗磊球很多扑不到，因为他是天津人。他出道于泰达队倒是真的、嗯、当时泰达队三个门将全是国门，刘云飞、江津两个都是国家队门将。江津当时2002年还是世界杯时候中国队主力门将、嗯、而2003年以后刘云飞当主力，而他们俩永恒的替补那会儿的宗磊。那会儿宗磊在国奥队的时候也给这个安琪和杨军打替补啊，他是沈祥福那一批超白金一代，跟孙祥他们同一批的，嗯，跟孙祥、杜威他们一批的。这边很多球迷有看到在留言里面都在说，哇，这边是，哇，吃了黄牌，冲动了啊，赵旭日。这边很多球迷都在留言，因为不是一条，就好多都在说，就感觉今天的裁判笑起来像孙继海。让我们看一下哈。那孙继海该哭了，他心里一定觉得他长得比郭宝龙好看。好多留言都在，所以我觉得必须读出来哈。传起来，后点。哦，一位温格的保镖啊说，队长联盟阿森纳表示不服，阿尔沙文俄罗斯队长，罗西基捷克队长，范佩西荷兰队长，莫德萨克德国队长。他们说阿森纳是年年卖队长，恒大是年年买队长。是，那啥时候给我来个美国队长。这边还有说我恒金权是韩国国奥队长，集齐七个队长就能召唤神龙。好的，里皮不是来了吗？那还有博洛尼亚队长迪亚曼蒂。嗯，这边泰达刚刚是想打个防反是吗？哦，继续。还是往前，再分。嗯。香港的球迷啊，说这个大陆联赛是越来越好，说他们港甲何时才能有如此光景啊？不要急，都是需要时间的。
来，恒大这个定位球也没有发好。38分钟了，还是2-1。挺神奇的，今天这场中超看着一点都不疲倦。嗯，今天这比赛节奏非常的快。嗯。回撤拿球的非常之积极啊。嗯，这边有个球迷说竟然敢在李伟峰头上动土，他真心忘了2006年的事儿了。2006年是不是？当时郜林第一次代表中国国家队登场亮相，当时朱广沪把他选去，应该是打亚洲杯，打谁一下子忘了。结果李伟峰被出了，应该是李伟峰犯规，裁判要向李伟峰出红牌，出错了，出给郜林身上，郜林下去了。真假的？真的。还有这种事情？对，就跟那个张伯伦、吉布斯、阿森纳那事儿是差不多类似的情况啊。预知详情可以关注咱们 PPTV 一档自制节目《体育check out》，里面有一期专门讲裁判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爱玩小 Q 酱说：“董学生再有点速度就好，他要再有点速度，再有点脚下技术，他的身高那就伊布拉希莫维奇。”先来看一下埃神的定位球，距离比较远嘛，所以看出一种霸气哈。这边正好看到有球迷留言说：“孔卡走了，穆里奇伤了，埃神走的是霸气路子，郜林斯曼成了场上最飘逸、最有灵感的人。”而刚刚球距离比较远啊，所以阿尔克森刻意发了点力，是，但是有点，还是太大了一些。再往前面做直传，但是前面没有人。北京的球迷在夸泰达球场跟转播技术非常的不错。嗯，是的，那是肯定的，那画面质量也非常的清晰。一般这个几个大城市啊，转播的质量都会比较的好一些。再来看边路，泰达的机会，左边，其实传球的想法是好的，因为他知道瓦伦西亚在中间，但瓦伦西亚的身高不够，你起高球去跟对面顶不一定有优势，想起个脚下看看能不能绕得过去，这思路也不是不可以啊，我觉得。又再来，这次换看一下，禁区里人多啊，差了一点点。对，投球没有投好。因为这个 Kevin Chen 啊，告诉我这当年是这个当年那个那件事的主裁判是日本裁判西村雄一，哎，没错，就郜林和李伟峰那事啊，是日本的西村雄一，而西村雄一也是当年日本第一哨啊，代表日本去吹过世界杯啊。笑死，那这种情况放也只能乖乖下场，是不是这意思？这边还有球迷又补充，他说还有2008年武汉退赛事件。2008年武汉退赛，这也跟李伟峰有关系。因为当时应该是武汉队，李伟峰当时去武汉，后来为了个什么事要给他停赛，武汉一怒之下退赛了。
还有很多朋友问迪亚曼蒂怎么今天也没上，有小伤啊，有小伤。雷内是停赛，迪亚曼蒂是有小伤。东亚四强，东亚四强赛啊，不是亚洲杯。打韩国，主裁判是这申成一，没错。笑死！给我们解释了一下，说为什么埃神像现在还没进球？因为小熊今天是负责组织，总决胜是奥林斯曼负责进球。因为阿尔克森他去年是顶在正印中锋的位置上，没错。是。但是他在来恒大之前，大家对他的这个评价就是可打前腰、可打二前锋、可打边锋、可打中锋，进攻端全才啊。这还有一个球迷叫你相机啊，说泰达如果有个传球好的，有可能情况就不是现在这样子了。其实有个传球好的列鸟安德烈奇尼奥，但是他是这种传统的组织型前腰，他没办法，你得在阵地进攻当中发挥作用，但你阵地进攻你就要阵型推上去来组织，可泰达绝对是打防反，因为面对恒大你现在推不上去，你只能打防反。是还有个同学叫谭一闪啊，说我去，你除了念留言还会干嘛？这个我去，你难道想让我说战术？这样吧，这位谭一闪朋友我很熟悉，当年叫蝎子，后来还改了一个绰号考验我们俩。他从当时改过一个名字叫刘娘念牛郎，牛郎念刘娘。啊，就这位哥们。无压力。哎，这位朋友啊，要不上我这来聊两句？这个我觉得如果想让我来说战术，我估计会有更多的人来投诉这件事情，所以我还是先念念留言先。传起来中间，哎，前点先被还是被立马给顶掉了啊。很多同学在问是在这里留言吗？如果你在问这个问题的话，我很坑爹的回答你是在这里留言。什么叫很坑爹的回答？传起来，看一下远端，应该还是张琳芃。张琳芃真跑左边来了，但是张琳芃是第一次这样打左边打逆足啊，所以不顺。那看来梅芳是到右边去的是吧？哇哇哇哇！哇这一路往里钻的。同时主裁判郭宝龙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是今天的上半场的比分定格在了2-1上，而且一个好的现象是进球的都是国内球员啊，证明咱们国内的进攻守门至少在今天让大家非常的满意啊，不管是董学生、郜林还是王欣欣，而且这三个人啊都是这完全不一样的类型。董学生是从职业生涯从今年开始之前都没什么进球效率，哎，今年爆发了啊，是属于在里皮手下这个乌鸡变凤凰了。而郜林呢成名很早，出道很早，但在他身上一直伴随着一些争议，而今天用一个非常漂亮的进球为自己证明。而王欣欣出道的更早啊，81那一波的啊，当时也是跟孙祥、杜威他们一波的，到现在也是30多岁的一位老将，但是拼杀了这么多年之后，哎，依然表现非常的稳定，今天也有一个进球。所以首先要感谢这三位球员，也感谢今天场上的所有球员，为我们奉献了一个非常精彩的上半场、是的是的。秋二你看过上半场什么感觉？今天这一场是我看中超比赛以来我个人觉得是最精彩的一场比赛，有可能我中超看的比赛不是很多的关系哈。首先可喜的还是就像刚才师哥讲的，的确进球的全部都是我们国内的球员，所以看到这个也算是以后的中国足球会有点希望了是吧、希望是这样吧。而对现在回到技战术上来说的话，上半场恒大应该说一上来啊，张琳芃在右边路的进攻打得非常的好，但是当他跟梅芳有一个换位之后，其实两个边路的进攻都没有起来，是所以说接下来对于恒大下半场的调整，穆里奇也好还是冯仁亮也好，这些边路的进攻能手看看能不能上场，再让恒大的边路进攻更上一层楼。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相信恒大下半场的进攻可能会比上半场更加的给力。是而对于天津队来讲，今天他
他们更多的还是防守当中去寻求这个反击的机会、啊嗯、其实我觉得天悦今天的这个进攻还是可圈可点的、嗯、有几次进攻非常的出色、嗯、但是这个防线呢、啊、真的是非常的愁人哈、啊。一个是防线上可能要再注意一些、嗯、一方面恒大进攻力很强，另一方面自己要注意，另外一方面就是天津的进攻今天战术执行的很坚决，防守反击主打瓦伦西亚这个点、嗯、但是他们传球的这个准确度需要再加强，而且除了瓦伦西亚之外，包括像杜振宇，包括王欣欣，包括烈鸟二排插上跟进啊，也要再及时一些、嗯、王欣欣那一次做得很好，但是杜振宇跟烈鸟上半场还相对沉寂了一些，希望下半场这可以有更好的发挥，防反打起来，就包括腰杆、嗯、哎，吕伟跟周海滨、嗯、也需要把腰杆挺得更硬一些啊。那好，咱们稍事休息再来看双方下半时的比赛，女生也可以解说，嗯，就这样本期的十分钟超，十分钟带你掌握本轮的中超赛事。前锋笑，不曾闻到门将哭。五加球就是那么残酷，但也就是那么精彩。五加球第五名，门将张烈飞身扑救，却用小脸儿自摆乌龙，应该是进了。五加球第四名，拉斐尔补时远程头锤打入死角，绝杀扳平。绝杀，拉斐尔。加球第三名，德阳拉弓射大雕，禁区外穿越三人破网。德阳拉过来打，漂亮！德阳是进球。五加球第二名，詹姆斯左右连环双扣，双脚灵活更胜双手。扣一下，再扣，打门，扣进了，3-0。五加球第一名，于汉超突袭半场放冷箭，精确制导远角必杀球。于汉超过来了，别上来，自家护法自己来了，让人忍耐，他没办法。这，哎呦，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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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腔北剑亮赛场，地产风云斗中超。本期的帝王争霸和肖斌一起聚焦一下本轮的绿茵场。经过了几日的休整，在亚冠赛场0-1小负全北现代的广州恒大队重新斗志昂扬地走进了天河体育场。他们的对手是战绩平平的大连阿尔滨队，恒大是中超霸主，不过看来阿尔滨是铁了心的要在老虎嘴里拔几颗牙玩玩。比赛刚开始2分钟，于汉超就抓住机会先给恒大来了个下马威。主场毕竟是主场，热血美女球迷的助威很快让金英权和埃尔克森将比分改写为了2-1。迪亚曼蒂意外因伤被黄博文替换下场以后，阿尔滨抓住机会在下半场由于汉超打进了扳平一球，无奈的曾诚只能且扑且叹息。恒大毕竟是恒大，下半场的恒大总能让人惊喜，董学生的爆发以及最后埃神锦上添花的冷静射门得分，让恒大有惊无险地拿下三分，一扫亚冠赛场的阴霾。所谓骄兵必败，排兵必胜，龚指导带领的贵州人和应该是万万没有想到，亚冠这么大的馆子都给踢下来了，却在中超这条沟里翻了船，还是最让人欲哭无泪的绝杀。面对正以新阵容练兵的杭州绿城，贵州人和上半场踢的那是有声有色，可惜啊，就是缺了那么一点运气，总是有攻势而没有进球。一敌再战，米西利用点球机会率先打破了僵局，绿城虽然连换两人，可似乎起色不大。就在龚指导暗自窃喜时，绿城吹响了进攻的号角，罗晋在禁区外突施冷箭命中了门柱，有些疲惫的门将张烈措手不及，一个转身以后目送皮球弹在自己身上进入了网窝，1-1。
此后就是经典的黑色三分钟，绿城利用最后一个角球的机会，由石科完成了绝杀。这一场大逆转也让全场球迷兴奋不已。再看看另外一场出现绝杀扳平的比赛，主角是绿地申花对阵长春亚泰。客场作战的绿地申花由外援路易斯在十分钟时首先取得突破，可惜仅仅14分钟以后，长春亚泰的外援伊斯梅洛夫同样还以颜色将比分扳平。上半场结束前，前几轮表现不错的高迪接队友传球以后稍加调整射门得分，一气呵成，让绿地申花以一球领先结束上半场。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中，双方都有无数将对方置于死地的机会，可惜皮球不是被门将稳稳抱住，就是擦柱而出，悬念直到最后才被揭晓。替补上阵的拉斐尔在比赛结束前一刹那接队友底线强行传中，头球将球打进死角，送给绿地申花连续的第二场平局。两匹升班马本轮的中超之路出现了分岔口，赛前排名第14的河南建业主场迎战排名第1的上海上港。比赛开始后呈现了一边倒的局面，在上港队如潮的攻势中，河南建业直到比赛第57分钟才迎来第一脚实质性的射门。下半场河南建业的进攻有所起色，第84分钟风云突变，建业外援约翰逊在后卫夹击中寻得机会，左脚怒射破网，依靠这一进球，建业得到首胜，也送给了上港队首败。在东北内战中，哈尔滨毅腾苦苦挣扎了30分钟，依旧0-3不敌主场作战的辽宁宏运。本来这是中超倒数班长和副班长的较量，比赛结束以后，辽宁宏运一跃上升，而毅腾则以5连败含泪送走了老大哥，脱离苦海。少赛一场的江苏舜天排名靠后，可是天津泰达前4轮每战必伤一人的糟糕状况，让这场战斗早早地失去了悬念。舜天巴西锋将埃利亚斯打进中超首粒入球以后，全队火力全开，一发不可收拾。上半场2-0，下半场也是2-0，4个进球横扫泰达，让对方输得毫无脾气。中超另一支劲旅山东鲁能本周赢得波澜不惊，上半场抓住上海申鑫后卫传球失误的机会，由张文钊抢断破门得分。对申鑫打出一粒进球不是很符合强队的风格，不过客场轻取3分，留点面子，日后好相见吧。本轮最后一场赛事在北京国安和广州富力之间展开，这场比赛也吸引了国足新帅阿兰佩兰以及马布里等人到场观看。不负众望的北京国安凭借主场优势，在一开始就形成了冲击压制的绝好局面，并且在上半场补时阶段由格隆打入一球，带着优势进入下半场。富力变阵以后场面更加的火爆，裁判累计出示了7黄1红，并导致富力队的朴忠佑被罚下。比赛结束以前，替补上场的邵佳一打入有越位嫌疑的一球，彻底断了对手扳平的梦想。浓缩的都是精华，方言哔哔哔就在这短短的半分钟。反击能不能把这个油门踩下去？对，就看你的方位能不能挂上。哎哎，对了，走起，走你！哎呀，骨头真是跟不上的，怎么回事？你懂的。哎，对，现在流行这个，你懂的。好家伙！还等这个摇头摇到茄子地里去了。哎呀，你我觉得他弄傻了，弄傻了，我这傻傻傻呀！他的同名兄弟在 NBA 打得风生水起，人称小皇帝。来自赞比亚的他却毅然决然地投身于中国足球事业。他曾获南非国内比赛的最佳射手，而本轮的中超比赛当中，他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本期帝王星，他是谁？你猜到了吗？依靠他的出色发挥加上帽子戏法，本赛季表现平平的辽宁宏运在主场3-0大胜对手，迎来2014中超新赛季首胜，
两粒漂亮的进球加上一粒点球，他的心理素质完美无缺，他的表现让人惊叹。本轮中超帝王星，辽宁宏运詹姆斯。时节雨纷纷，中超乱战欲断魂。关注一下风云预告，下一轮的精彩赛事尽在您的掌握。很快就过去了，没有关系，咱们下一轮再见。那么中场休息有了三个人员方面的调整，在泰达这边啊，是把
上半场发挥一般，可能有些紧张的小将三十号吕伟给换下了，换上了曹阳啊，也是曾经泰达的队长级的人物，也是曾经入选国家队的。同时在前场换上了高中锋巴雷。那么换下谁要考虑一下，因为我记得之前也是有球迷留言啊，说泰达为什么前场没有一个可以这起高球去争顶的这么一个人物。那么现在是换上了巴雷，巴雷是有身高可以去顶的。那么从这个我先看这球，从这个角度来讲，有可能是换下安德烈奇尼奥，换下就是上半场表现一般的这个猎鸟，因为反击当中猎鸟的阵地组他没办法发挥出来，有可能会换猎鸟啊，咱们通过比赛的进行再看一下。而在广州恒大这边也是有换人，冯潇霆被换下，换上了黄博文。如果冯潇霆被换下，换上黄博文的话，那有可能就是金英权跟梅芳搭档中后卫，然后把这个荣浩拉回去打左边后卫，左边后卫荣浩，右边张琳芃，中间梅芳金英权，有可能会变成这样啊。然后后腰的，然后在中场，那赵旭日、廖立生、黄博文三人一字排开，前场董学生、艾尔克森加郜林，有可能就会变阵为四三三啊，有可能会变为一个这样的阵型。看一下里皮是怎么想的。有这样的一个换人，有可能就会把这个阵型改成这样啊。看一下边路的进攻，跑回来，哎，传球还是太大了一些。瓦伦西亚，瓦伦西亚在，那真的有可能是猎鸟被换下。士气的，黄博文，韩秋落影啊，说贵州和北京的比赛比较难看，所以还是看这场。从比赛节奏来讲，贵州的比赛节奏一定是慢的啊，这个大家都很清楚了。好，来看一下恒大这一次想往前攻啊，还是先遭到了犯规。白玉峰啊，犯规的是白玉峰。进入到下半场的比赛，也是依然欢迎各位朋友们一块来留言、来聊天、来互动啊！是，您可以在 PPTV 直播页面边上的评论大厅，也就是咱们俗称的 P 八来进行交流和互动。如果 P 八上面有很多讨厌的广告的话，那么您也可以在新浪微博上，您可以在新浪微博，那咱们秋儿的微博就是我不想微博名也叫汤秋儿。是。那么除了搜索这个，也可以搜索我的微博，您可以搜索是个说球的，全称叫陈波宙是个说球的。您可以在我们两个人共同发的这个天津泰达对阵广州恒大的直播帖下评论转发，一块来聊这场比赛。好看，这次站在球前的依然是艾尔克森，距离很远，自己打，哇，这球应该是蹭在横梁上飞出去的。这个球打的质量很高，因为距离很远很难打啊。这球难度真的是打，这打得真漂亮，阿尔克森。再来看一下，就高了一点点啊，高了一点点。埃神状态慢慢恢复，这个体重好像也慢慢有下去的一个趋势。好，这边瓦伦西亚，海拉的中间的突破，没突破去，应该是王建新的突破吧，因为这个果然是王建新。说实话，这个监视器画面离我们挺远的，咱们这一天最大的点也不见，我们都是基本靠猜，就是基本靠猜，真的得猜一下。巴雷，边路的起球到后点，再扣，小心，曾诚的这个扑救来，
京城的扑救一向是非常稳定的，非常优秀的一名守门员。这边好像大家都在说黄博文上哈。啊，一位叫 DKW 说，这个之前是研究生导师开会，现在就高学历啊。我希望我们介绍一下谁进的球。那么恒大这边董学生和郜林，在天津泰达这边是王欣欣。然后进球的方式，董学生的和王欣欣的都是一样啊。现在这球又是东城啊，扑得很漂亮，又是扑掉了王欣欣的远射。那么王欣欣和董学生的进球都一样啊，边路起球，中路争顶。是。而郜林是禁区内背身拿球做假动作，骗过李伟峰再打门，很漂亮啊。而曾诚这个扑救精彩。哎，这边刚刚还在放慢动作，这边已经进了。好像是啊。周海滨吗？难道是角球直接炫进的门吗？因为这慢镜头回来的时候就看到球已经在网里面了。看一下慢动作回放。头球砸进去的还是角球直接开进去的？我们要看一下。好像是应该是接了一个那个定位球再进去，不是直接进去。我们再看一下。再看一下。角球开出来。啊，是牵点的。这球曾诚啊，是杜振宇角球开出来，杜振宇的助攻，周海滨在前点。抢在张琳芃之前头球破门。其实曾诚判断是对的，但是这球力量太大，是改直接改了方向还是进去了。哎，周海滨啊，这球顶得漂亮。而且周海滨是中场球员，他这种门前的冲顶的，这是中锋的进攻方式啊。好了，比赛到这个下半场，现在又等于又回到原点了，2-2。这个球也是极大的增长了天津队的士气，八垒传球，哇！看得出天津队现在是有想法。是是是。刚才这个进球让他们士气大涨，而且八垒的这条射门，他很有力量，是，漂亮，质量很高。恒大这个时间段的后防看来得小心一些了哈。没事，在你心中有曾诚。是啊。同样又是杜振宇的角球啊，小心依然前点啊，这一次被恒大正面先把球给顶出来了。哦，泰达今天打真的是不错。真的是不错。喂，被打得有点懵啊。不是说下半场惹不起吗？怎么回事？那你也不能当泰达是吃素的。你要知道今天在场上有三位国家队主教练，一位曾经的意大利国家队主教练里皮，另外两位都跟中国有关。看台上现任主帅佩兰，看泰达教练席上前任国家队主帅阿里汉。起来，哎，前点，这个球高度开的不够。这泰达下半场的这个人员调整啊，绝对是有用的。因为上半场首先吕伟这个位置，年轻的小将先发打恒大，感觉有些紧张，有的时候停球都容易停大。而上了这个经验丰富、能力很稳定的曹阳之后，我这边先看这球，补一下，进了。荣浩，3-2，这比赛真好看啊。啊，精彩！真的是完全双方都不服气的节奏哈。就是泰达，我刚说过，下半场的人员调整是有用的。曹阳上来顶替掉吕伟，包括巴雷上来，刚才都有奉献过精彩的远射。这泰达士气正旺，攻得也猛，但是携着这股劲儿却忘了后防。我们看后防线里只有4-5个人，而盯人方面明显是盯人不紧。我能不能理解今天两个队其实都是相对来讲攻强守弱？能不能这样理解？也可以这么说，至少在今天的这个比赛方面，恒大非常的注重进攻，是希望通过这场比赛再把这个之前可能被大家诟病的状态给找回来。而对于泰达来讲，阿里汉他是一直崇尚要把球踢得漂亮，所以两个球队本来就是比较崇尚进攻的球队，尤其恒大这边是实力摆在这边，泰达是阿里汉的一个个人风格。但是泰达下半场一上来打得很好，那接下来就是
攻归攻的凶啊，士气正旺啊，前面球员踢得爽啊，后防他就漏了。是，所以被荣耗啊，因为刚才这个进球其实很明显的看到泰达的这个防线上看球不看人，球到哪儿四五个人一块往那个地方去冲，但却忘了恒大的球员到底站在哪里，只看球不看人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而且苏奥尽管说好看，全是中国球员进的球，对哦，到现在五个球算上下半场的周海滨跟荣浩，这种比赛说实话，我觉得看这场比赛的球迷有福了。首先这比赛打得很好看，这可能是中超今年到现在最好看的比赛之一，比赛节奏快，进球又多。其次就让咱们重新对中国足球开始抱有希望，这么多大牌的外援，可是做贡献的是咱们中国人啊。还有非著名侦查员问赵恒是不是板凳坐穿，是啊，还真是。还有这个大家也可以扫描我们屏幕右方的这个二维码啊，虎扑看球的 APP 也可以给大家提供最快最全的足球数据，还有一些集锦，大家也可以去这边扫描虎扑的二维码。还有朋友说来就是个看球的，这个说买了三瓶啤酒，恒大进一个喝了一瓶，他感觉买少了，那您赶紧再去买点，只要您别买完回来发觉球又进了就行了。今儿这比赛的节奏比较快啊，我建议大家是千万别离开现场，传后点，可惜后点没有人跟进。泰达今天攻的还是真的挺漂亮的。朱振宇啊，孤独的根号说今天国产球员踢疯了吧，那是好事啊，那是好事啊。然后那不一样的焰火就是说刚从国安那边回来他又错过了一个进球，千万不要去看别的比赛。平常我是活雷锋，经常说哎那边有个好比赛，这边有好比赛，大家别看我，去看别的比赛。今儿我不当雷锋了，今儿我就一句话，千万别看别的比赛，因为从比赛节奏啊等等来讲，这场我觉得应该会比贵州人和那场要快一点，很热闹。我们这场今天很热闹，是。但好像也有很多球迷，我看到刚刚在看这个评论，哇，看一下恒大这个角球，很多都在说今天这个两个队的防守都有些问题哈。对，是，都是有这种看球不看人毛病。这边恒大又来了，犯规是点球吗？李伟峰，老将啊，经验上，但有可能是身体扛不住，身体扛不住，今天真的是身体扛不住。因为李伟峰的年龄摆在这边了，要知道李伟峰是1978年出生，那么李伟峰今年已经37岁了。我直接吃了红牌，两黄换一红，两黄换一红。哦，吓我一跳。哇，麻烦了，李伟峰下去了。那这个比赛的局势突然之间就对于天津队有了很大的影响。我们再看一下啊，是埃尔克森前场的抢断往里走，李伟峰没办法了，背后。那这个犯规，说实话，毫无争议，毫无争议。但是吃黄牌，那就犯规是毫无争议的。我记得李伟峰之前是不是有牌啊？因为我看到郭宝龙好像是先给了张黄牌，又给了张红的，是不是两黄一红啊？因为这比赛节奏太快了，真的一下子不记得李伟峰上半场有没有这个。刚才裁判好像是的确是掏了一张黄牌出来，这个我也不敢乱讲。那这样的话，这个说实话，对于泰达队来讲是太过不利了，因为他们下半场的人员调整，刚刚让他们的场面有所起色，并取得进球了。现在突然之间又下去一个后防，后防主将，瞬间就没有了。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埃尔克森这个点球啊，看看埃尔克森今天能不能进球啊？国内球员都爆发了，外援是不是也该露露脸了？看看哈，钟磊，看一下钟磊是点球进了。好的，埃尔克森很轻松的通过重心以及眼神的晃动骗过了钟磊。这样的话比分来到了4-2，这是一个转折感觉。哎呦，这对泰达来讲是一个太大的挑战哈。场上少一人就算了，少的那个人居然还是李伟峰。但说句实话，今天李伟峰就是你说他的表现很好吗？我觉得也未必。因为首先郜林的那个球没防住哈，他是被郜林骗掉了。这一次那这个球不能怪李伟峰，他没办法了，他是最后一名后卫，他一定要过去去做这个防守的动作，哪怕赶不上也没办法。
但毕竟岁月不饶人，整个的身体的速度啊各方面的肯定跟当年没得比，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嗯，同时是不是恒大这边又要换人？哇，进球之后就把埃尔克森给换下，上穆里奇。穆里奇，里皮有点意思，里皮有点意思，感觉。我在想这个换人到底是原本就要换下埃尔克森了，应该是原本就要换下埃尔克森了，只是在因为他是决定上谁下谁，也要先把这个换人申请递交到第四官员那边，然后第四官员 OK， 然后人在场边准备换，要等死球状况下才能换，可能差不多本来就准备要换人了，结果正好轮到点球了，那就罚完点球咱们再换人啊哈。那现在穆里奇上来，凯达这边反击开起来，是，但是现在凯达场上少一个人。但我在想裁判，因为他现在等于是凯达这边少一个人，他之后的比赛当中会不会有一些偏向来保持这个整个的比赛的平衡？换人，换小林七七，这边换上阿里卡，没办法，这个很明显就是要防守，你主力中后卫被罚下，你只能进攻线上下一个，防守端上一个，那现在很明显就是把十六号。可以叫阿里汉，也可以叫阿里坎的这位哥们儿，给他放到了中后卫的位置。凯达的定位球，哇，看他这边进球乱成一锅粥啊！受打这个球飞得太远了。这边还有球迷跟我们讲，叫何一归员说，北京那边上半场快结束的时候差点打起来了，说裁判都控制不了。这边也欢迎大家跟我们讲一下什么情况哈。嗯，我们肯定不可能边看这场边看那场的是吧？因为我是这个孤独的根号说，李伟峰是上半场吃了一张。黄牌哈，所以他是两黄变一红，变一红。但是也有很多朋友这留言啊，的确直接红。哎，每次这种情况下都会有。但说实话，这是规则，也是规则，就是最后一名防守球员一定要 hold 住哈，在禁区内背后的犯规，按照规则是可以直接出红的，就裁判手软点给你张黄，按照规则就是也可以直接出红。那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李伟峰100%是被罚下，因为你上半场已经有张黄牌了，所以这个我不管给你黄牌也好，红也好，你都白来了。而如果说李伟峰上半场就没有黄牌的话，那这个球说白了就看裁判是手硬一点是还是手软一点。裁判又成了掌控整个比赛的人了哈。哇，这边而现在对于恒大来讲就很轻松了啊。而且上了穆里奇，咱们都知道穆里奇之前的状态各方面受到争议了，是，但现在已经是4-2这样大比分了，恒大场上又多一个人，肯定得让穆里奇上去热热身也好，好，就在这样一个融合一下，就接下来的30分钟可能这比赛状态会比较的放松一些，是。那么在这么一种放松的状况之下，可以来看一下啊，穆里奇究竟会有一个怎样的发挥。这边还有球迷叫李国胜宝蓝的枫叶哈，说那个球不赖李伟峰，赖那个外援太墨迹粘球了，这个都有问题，但是也没办法，这就是天津的防守今天有些不太稳固啊。而这是天津本赛季的一个大问题，后腰腰杆不硬，后腰的防守上，在赛季之初放走了上个赛季表现很好的澳大利亚铁腰帕尔塔鲁，后遗症出来。上个赛季帕尔塔鲁在天津的后腰位置上的防守做得非常的好，而现在没有了帕尔塔鲁，中场这一下的防守力度是被减弱了，所以也容易让自己的后卫线完全直接暴露在对方的火力面前。那这样的话本身可能就还没有完全磨合好，或者说本身就不是那么给力的是他后防线更加容易出问题。像今天就是后防线看球不看人，而中场又没有办法形成有效的拦截，而帕尔塔鲁在这个现在在泰国的蒙通联队踢的又是风生水起。之前还有一段帕尔塔鲁的采访啊，也是说泰达突然不要我，差点害得我失业，因为怨念好重。因为那个时候是这样，帕尔塔鲁泰达确定今年不续约帕尔塔鲁的时候，各大联赛的转会期基本都到了，差不多转会窗都快关闭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帕尔塔鲁最后是选择了泰国的蒙通联。当时他也可以选择回澳大利亚，但是澳超联赛还剩下最后7-8轮，他觉得回去没意思，就算了。还有中超的球队也要帕尔塔鲁，这是帕尔塔鲁说，我刚替天津踢完，替别的队踢，这是对天津不忠，我做不到。很节操的一名球员。对，帕尔塔鲁是很好，这方面。这边泰达进攻方式感觉一下子，前面师哥在讲那段时间他一直都在进攻。
气啊，就泰达还是不想放弃。对，泰达尽管说场上少一个人，但他们还是很努力啊。是的，是好的。讲了说为什么刚才那一场怎么打起来，说仁和队的后卫外援萨利因伤下至，但是裁判在两次死球的状态下不让萨利上场，国安11-10持续了2分钟，仁和教练就急了，和国安的助教以及裁判发生了冲突，导致仁和两名助教被罚出场。我想知道是哪两个。说实话，国安仁和的比赛一定是场外的事儿比场内的事儿精彩，打架这种事儿肯定比技战术要精彩，而咱们今儿的比赛绝对是技战术更好。穆里奇给身后漂亮，郜林，哎，因为其实现在恒大这个阵容很明显，那换上穆里奇之后，就是董学生顶在前面，两个边穆里奇、郜林，然后中间啊可能是赵旭日、廖立生加上黄博文，后防线上荣浩、金泉、金泉这个梅方和张勇，应该是这样啊。有点一个4-3-3，或者有点类似于圣诞树啊，4-3-2-1这样的一个阵型。还有一位叫兵哥叫彬彬啊，他挺黑的，说裁判对李伟峰靠后排，郜林要习惯性下场，人家还在踢得很好，好不好？不要再拿当年东亚四强赛那事儿说事儿了吧。哎呦，很多我看到大家评论里都在感叹李伟峰也不容易哈，年纪大了，是也不是当年那个可攻可守的大头了哈。还记得在2001年的十强赛的时候，当时中国客场打卡塔尔，一直0-1落后，直到最后一分钟，李伟峰在头是87分钟还是最后一分钟忘了，李伟峰头球帮助中国队扳平比分。穆里奇直传，哎呦，晃过就算门，天哪！5-2，郜林。好的，郜林！哇哇哇哇！我看一下刚才那个回放。我都有点傻了，我还在看大家留言啊。但这个球技投攻的应该是穆里奇。穆里奇这边，宗磊实在是太大意了。出来也不是宗磊大意，宗磊已经出击了，扑了一下啊。在1-1的情况之下，郜林今天状态好，你不得不说郜林。首先，郜林我们看像状态真的是很好，跳橡皮筋一样，这样晃过一个球了哈。而这个球，我看到让我更高兴的是穆里奇状态的恢复。你看，穆里奇先过人，再传球。首先过人那下过得很好，其次传球正好是传到了郜林的跑动线路上，球领着人走，郜林可以顺着这股劲儿直接往前冲，所以这球传的极其之到位。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这个球最大的亮点不在于郜林啊，在穆里奇哈，而穆里奇他的状态恢复，这个对于恒大接下来打亚冠都是件好事啊。5-2。刚才还看到大家在评论里面说，泰达罚下一个人突然变得会踢球了哈。但这个在攻上面少一个人，也许还能够凑合一下，但是在这个防守端上少一个人，还是挺糟心的。这边看一下，哎呦，门前混战，曾诚，好的。曾诚今天被踢了 N 脚啊，感觉。而刚才岳有伟助攻之后的这次下底传球，其实传的也很好。哇，这两个队真的是完全都是不服气的节奏，拼命的。是，你进一个我也不慌，反正我也要回应。泰达现在思路很清楚，我场上已经比分已经落后这么多了。我少一个人，那我能拼就拼。哇，穆里奇又来，喂，这个裁判不会再吹了。但说句实话，穆里奇刚才突破第一步腾的也有些大。再起后点，哎，你给瓦伦西亚的上三路的话，瓦伦西亚是很难接的，他只有1.7米一点的身高。因为 HS1025 啊，就说埃尔克森差不多找到状态了，现在应该轮到穆里奇了。那说句实话，就是穆里奇刚才这个传球已经很不错了，感觉已经回来了哈。但接下来就是自己冲击这一块，他
看看能不能赶紧把状态找回来啊。而且这比赛最看得最爽的应该是国足主帅佩兰，是啊，这么多国内球员进球，这刚才很多朋友给我的留言里面也提到了这一点啊。这边挺大，有一个换人的调整，赵旭日下去了啊，看一下换上的是谁。这边告队长可以啊，绝对好。冯俊言，冯俊言上，同样对位，冯俊言打中前卫，他可以打右边前卫，可以打中前卫，都可以，所以上了冯俊言。冯俊言很兢兢业业，同时他的后插上很给力。这边有球迷在说，高林斯曼一带这个队长袖标就不得了。那因为这个正式不打嘛，所以今天郜林成为了场上的队长，但其实恒大队内的副队长是刚上场的七号冯俊言。嗯，就是如果说正式不打而冯俊言先发的话，那么冯俊言会带队长袖标，他是恒大的副队长。而且冯俊言多年老成啊，这么多年就一直在这没挪窝呀。1984年出生，今年也31岁了，从当年这广州医药队时代开始就一直是在这支球队，在广州队效力啊，不管他是叫广药也好，叫恒大也好。嗯。曾诚。看来还有球迷担心曾诚的状态哈。哇，又攻回来了泰达。传。感觉这场比赛足球精神得到了很完美的诠释。刘伟，到中间。给，直接攻门，哇！曹阳。很有质量的一脚远射，而曾诚扑得也好啊。嗯，曾诚这个体现出了一名高水准的门将所应该有的能力。你再看一下，就曹阳这个球打得稍正了一些，而曾诚的反应很快。他高啊，还好他高。曾诚1.88米，定位球开出来。也不是瓦伦西亚是吧？嗯。五，头球没顶到。嗯，杜振宇边路的起球。而今天恒大打得风生水起，咱们好像一直忽略了一个人。而现在有位朋友叫80岁了，给我留言啊。嗯。然后他这句话留言之后，我觉得这个也对啊，可以念出来跟大家一块探讨一下。是。他说：“怎么今天恒大没有迪亚曼蒂，但是队员间的配合却很默契？”嗯。就我们看到今天恒大踢得那么凶，我一开始我真的忘了迪亚曼蒂的存在。是是是是。所以说，关于迪亚曼蒂跟今天的这支恒大，也希望各位朋友们聊讨论一下哈。你们怎么、是怎样的一个感觉啊？穆里奇，1-2的情况下还是没有突过去。这边左路传中，曾诚接掉。而且这个传中，他的意图是要找巴雷的高点，嗯、但传得太大了，直接传给曾诚。嗯。穆里奇再来突，穆里奇现在也是要找状态啊，他也很急，他也想要找状态。还有球迷说，穆里奇现在是打的是孔卡的节奏哈，嗯，这个跟孔卡还是有些区别在的。国安那边前面又说了，这边有球迷过来反馈说，是萨利是衣服撕烂了，下去换衣服。这个，那看来那场，看来那场是情况战况比较激烈一些。嗯，瓦伦西亚继续带左路这边，中间还是曹阳，
这绕不开啊，没有起脚的防不，没有起脚的这个空间啊。再给，传，没顶到。瓦伦西亚是真的是个儿小，他个儿大一点的话，其实了不得。但是因为他个儿小，所以他速度快。个儿那么大，可能就没这速度。跑不起来哈。这是鱼和熊掌，你很难兼得啊。有的时候这也没办法。还有位叫汤复原的朋友说，其实从场面来看，泰达踢的并不像是，的确他们还是很积极。是的，是的，真的是。所以我前面说泰达今天踢的真的很好。这边有球迷在解释为什么今天都是国产进球哈，他说其实很简单，他说中国球员都有依赖外援的心理倾向，说其实都有能力，但没有了依赖自己能力就爆发了，这也是一种说法。哦呦，穆里奇想走身后没走过去，还能不能找到自己的方法？在进攻端上，泰达的确倒是一点都没松懈。哇！我又漏了！哇！一脚，曾诚，这个球绝对是曾诚立功，扑掉了杜振宇的单刀。这球很难扑，难度很大啊！看一下回放，给过来没防住。曾诚啊，这球绝对是曾诚立功，球二高兴不？我觉得我已经很替曾诚担心了，因为每次他只要一不防住，我就看到下面评论就开始刷各种骂他，我就心里就没有球员不挨骂，没有门将不挨骂，也没有解说不挨骂，对不对？那这边继续啊，董学生在边路拿球，对上立马，孤独荡秋千问郑龙呢，还养伤着啊，他不是不能上场，是养伤，他一旦伤愈复出一定会给他机会，而且在孔卡走的时候他说郑龙很好，这个点是被大家一而再再而三的再提起啊。这边还球迷说为什么今天国产球员踢得好，因为这个国主教练在看球。TW 说恒大下半场这两个球思路很清楚，位置跑出来，不管球在谁脚上都能快速的出球，但是如果今天迪亚曼蒂在场上的话，球第一时间都要到迪亚曼蒂的脚上去过渡，但是他现在在传球组织这块跟队员的融合各方面还没做到位，他不是孔卡那类型的，所以有的时候机会反而容易被浪费，所以说这也是一方面吧，就是说实话迪亚曼蒂这么有实力的一个球员，咱们都觉得迪亚曼蒂啊，今年中超最大牌外援，个人能力最强，意大利国家队的球员，不管怎么说，人家应该是来了之后都得用吧，而且肯定是个好球员吧，都把所有的期待放在迪亚曼蒂身上。可是，而且迪亚曼蒂的个人表现也很好，就是球队的总体表现会让我们觉得有些格格不入。但今天恒大没有迪亚曼蒂就踢成这样，说实话，真的会让我们觉得有些尴尬啊。有没有？其实有一名这个，我们先看一下恒大这一次。哦，穆里奇传的漂亮，郜林，嗨。这下球传的不太好啊，就是其实也有个前面球迷看到在评论哈，说觉得这也是里皮的一种战术调整，也不能说是跟迪亚曼蒂个人有很大的关系，它只是一种战术上也许想用看其他的方式。还有球迷说恒大现在三条线站得太散了，说是不是移动能力下降了，底下被宗磊先扑掉，
有人在问恒大这个六号是谁哈？冯潇霆。冯潇霆啊。嗯。冯潇霆已经被换下了。都说杜振宇打得不错哈，有技术有气势，完全泰达不想少一个人的。最近的球场趋势好像都是少一个人的球队，反而感觉特别就那股劲儿一直都在。是。一位叫那个 Allen 的朋友啊、，Allen 雅云啊，给我留言，先看这球吧。他给我留言啊，他说这个穆里奇和迪亚曼蒂的位置太重复。他是他的观点，他觉得穆里奇跟迪亚曼蒂位置重合，当两个人都在场上的时候，迪亚曼蒂这种全面性会压制穆里奇，而且走了孔卡之后缺少一个纯组织者，那么穆里奇又没有人给他喂球了，而迪亚曼蒂因为他个人能力很全面，所以就能掌握。而记忆中的斯坦福乔啊，说那个感觉一场比赛还不能完全说明，那今天没有迪亚曼蒂不算什么，如果接下来只要没有迪亚曼蒂，不管打什么队，恒大都踢得很流畅的话，那就是考虑迪亚曼蒂的事儿。是。而这边场边是有些矛盾啊，泰达这边肯定也是看法上有些。哦，是觉得这边。啊，杜振宇，哎，觉得杜振宇这个动作是有些急了啊，不太好啊。而所以恒大这边有意见，可泰达这边也觉得那是你恒大这边啊，你之前这个荣浩跟杜振宇也没少搅和。马雷。比赛赢到82分钟了哈、嗯，今天这比赛完全不觉得时间过得慢。还有易乐购物街啊，问这孙翔怎么没上替补哈？其实孙翔替补，但到这份上也不用管孙翔了啊，今儿踢得还行，球队总体很好。我来，一个大脚，曾诚及时的出击。今天恒大的后防，或者说是另外一层角度讲，天津的进攻端是挺厉害的。嗯，因为镜头一直在给到曾诚，是，那说明这个是有些问题的。就说实话，现在的比分是2-5，好像看这个比分，天津泰达队落后很多。但是你别忘了，天津泰达现在少个人啊。对啊。而且他们下半场一上来做的人员调整，是产生了很明显、很积极的效果的。是的，是的。一上来甚至还扳平比分，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李玮锋没有被罚下。应该比赛会更好看哈，会很好看。现在这也不错。嗯。泰达的定位球。嗯。抬起来，哎呦，很聪明啊，罚得很聪明。一看门将站远点，杜振宇罚进角。很聪明的一种发法，可惜稍偏了一点点。高林再传进去里面，是董学生吧？再传中间，后点有机会吗？端了。防下来，防反。嗯。猛传一脚。
位叫舒适的天空啊，说里皮要打造的是意大利的整体足球，所以这个对阵全北的3-1的那一场就可以看得出里皮对恒大的一个改造意图。他并不想让球队完全依赖一个人，不管是孔卡也好，迪亚曼迪也好，就没他可以有他更强。我说如果真的可以变成整体足球，那绝对对于恒大来讲是件好事儿。只是这个磨合起来就任重道远了啊。好，先看后点，球还是没有传过去。我看很多球迷都在说穆里奇，这个威胁传球啊，什么可以让他替代孔卡哈。说今天已经传了好几个单刀了。穆里奇现在个人的一个得分方面，现在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个窗户纸给捅破呢？还记得，恒大当时还在中甲，2010年，穆里奇来的第一场比赛，面对南京友友，一个人轰进去4个。这是他的恒大首秀。恒大的外援刚来的时候好像都是这个都厉害。迪亚曼蒂那时候刚是孔卡刚来也是那场比赛就2球1助攻，克莱奥来的第一场比赛打进了全场的唯一进球，都是这样的啊。巴里奥斯来的第一场一个门柱。这边球迷留言啊，说看到现在无论恒大还是泰达输赢不起先不论哈，关键这国内两支球队今天晚上真不错，加油吧。是的，王俊彦李生、黄博文再分边，也有机会了。哇！穆里奇回撤一下再打。黄博文啊！哇！今天恒大这边队友方面也是想让穆里奇能够有一个进球哈。是。今天攻的是真的不错，但是这个防守上的确是真的要再花下一些功夫。因为有球迷统计说到现在泰达2场已经丢了9个球了，就有点多了，说后防确实要需要努力一下。因为这个阿里汉啊，他之前我看过他的采访，他也一提到了球队的防守问题，认为防守型后腰现在帕尔塔鲁迪对的确有影响。其实他也说了他的理念重新再带给泰达队的确是需要一个过程。他是荷兰教练出身，他是荷兰人，荷兰足球对于进攻的追求大家都知道，全攻全守，而且要踢漂亮，这个大家都知道，完全不保守。所以阿里汉的一个执教风格也是希望球队可以漂亮的去赢球。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所以泰达队我们看到今天哪怕是人场上都少一个人，对，但踢到现在依然是往前冲的猛啊。这就是阿里汉给泰达队所注入的东西。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如果不是李玮锋啊，这个红牌下去了的话，那我相信这比赛会踢得更加的精彩。穆里奇左边又过来了，这球短下，裁判也没吹啊。看反击，巴雷，远端没回，差了一点点。同时说到李玮锋，还有一位叫周建超的朋友啊，说李玮锋2006年到申花之后代表申花打亚冠，代表国家队都是队长，如果不是因为这个脾气不好，有的时候会在国家队吃红牌，然后他的场次还更多，而且他在后卫位置上真的厉害，这是一代一代人的传承。范志毅交给李玮锋，曾经还有想过交给杜威，然后再往下又是冯潇霆，这一代一代往下走，张琳芃一代一代都在往下啊。再传起来，杜威刚出道那会儿他才21岁就已经在世界杯的大名单里面了，而范志毅那批过后就是李玮锋的这一批，而杜威往后85一波就是冯潇霆，89一波就是张琳芃，一批一接的，就是听到这些名字觉得好唏嘘啊，突然觉得。
下半场的补时也就两分钟，其实下半场事儿不少，两分钟可能也是觉得够了。伏尔加河上的浮冰说，泰达的瓦伦西亚永远都这么拼命，这样的外援这种素质才能带领国内球员打得更好。今天这场就像我前面已经说过了，这今天这场足球精神还是得到挺好的一个展现。对对，如果中超的比赛每一场都像今天这场那么好看的话，其实真的中超球迷都有福，大家也不会在评论区里乱骂人互相骂，因为都没有功夫，因为还要看比赛比较重要。就像用一个朋友的留言来总结比赛最好，他叫摇滚三叶虫啊，他说比赛很精彩，很有精气神，希望这个比赛可以给其他比赛立个标杆。是是是，真的，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就用这位朋友的留言，我觉得他一语中的啊，说得很好。球迷有时候也不是一定要看自己球队一直赢，但是至少看到你要这个求胜的欲望。是，哪怕泰达队现在是2-5落后，但是他们在下半场有30分钟的时间里面都是少一个人的，但是在少一个人的情况之下仍然拼得很凶，我们看又来进攻泰达队，虽落后犹荣哈。对，但是你再看恒大这边，恒大今天这5个进球啊，尤其是国内球员，不管是郜林也好，董学生也好，哎，都有发挥。穆里奇上场之后也有助攻，包括埃尔克森也打进一个点球，就是恒大也是整体大家都有发挥。对，所以今天这比赛其实场面上的内容并不像这个比分的差距来得这么大。同时还有一位我不是小白脸啊，他说这个需要我，他是希望你啊，希望你来赞一下，这个远征天津的这个远征军，还有远征客场的球迷，说能听到他们的助威，但是他发到我这儿来了，就跟你说一下，来，你赶紧给个赞吧，赞。好的，全场比赛结束啊，最终广州恒大队是在客场5-2战胜了天津泰达。那么首先当然是要恭喜广州恒大队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而且今天国内球员的发挥啊，无论是董学生、郜林都有一个很好的表现，包括下半场替补登场的黄博文，包括在中间的赵旭日、小将廖立生、张林鹏一上来在右边路的传中等等等等，都是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就像很多朋友说的，今天恒大的一个整体的助攻组织做得非常到位，而哎，场上是对手，场下是朋友，两位老帅啊抱在一起寒暄了一把。 OK， 回到我们今天这场比赛，应该说恒大今天打的是很不错的，进攻组织这一块章法脉络都很清晰，边路的起球、中路的突破各方面都做得很好。对，而泰达队这一边尽管是输了一个大比分，但是要知道场上大部分时候他们少一个人，如果不少一人的话，其实今天泰达队至少他们的气势绝对是出来了，只是你从具体技战术的角度去分析的话，那么首先你在进攻端可能你传球的准确度还需要加强啊，除了这个之外，可能你后防线上这盯人不紧的这毛病还是有，盯人还是要注意一些，这是从技战术的角度，这个是要交给阿里汉主教练再慢慢的去打磨去磨合的，但是至少从这个精气神的角度来讲，今天泰达队是可以打满分的，技战术慢慢再来吧。今天两支球队表现都非常的出色，不管是恒大还是泰达，我个人觉得泰达今天的表现真的是真的可以打满分，我个人觉得精神力上是可以感染到大家的。是，然后但是两支球队在这个下了比赛之后，也的确非常多的功课要去做。恒大这边球员之间的这个配合，包括战术的多样性，如何让它组织成一个完整的，还是要慢慢再做一些功夫。包括泰达的防守啊，真的是拖累了很多一个脚步。如果他防守好一些的话，有可能今天的结果会更加好看一些。听完这番话，我更加高兴了。咱们秋儿开始说战术了，这个希望各位球迷掌声鼓励鼓励啊！这个。跟球迷下面留言一样，女解说就是水货。是的。什么叫水货？如果这是水货是这样的话，那以后我只买水货，这水太有价值了啊！好了，玩笑不开了，咱们接着说回到今天的比赛。其实就像秋儿刚才你说的一样，泰达队啊，今天是精气神感染到了很多的人，对，但是场上的技战术的确还有雕琢的空间。而对于恒大来讲，没有迪亚曼蒂踢得这么好，那么迪亚曼蒂回来之后怎么样去像刚才有那位球迷留言的一样，他是说恒大要打造成一个整体足球，是，那就这个任重而道远，的确也是交给恒大
接下来要去想办法解决的一个问题。对，好，那今天的比赛就为您转播到这边，也再次感谢大家跟我们共同来欣赏了这样一场精彩的较量。谢谢导播。那么在明天咱们 PPTV 还有很多场的这个非常精彩的比赛，包括澳超这联赛还有五大联赛啊，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的关注。同时再次感谢我们的导播中场休息给了秋儿一个小窗口。太可怕太可怕，导播大叔真的你叫他大叔他下次还给你。拜拜拜拜。